这个人海龙和别的人不一样，他可是我的故友。大嫂，这个人海龙他不是一般人，他是行走江湖的人。我只担心他来还是不来，只要他来就不会威胁到林爵大家的安全。原因很简单，中国人爱面子，中国武林中人他们更爱面子，在他们嘴里面子就是道德，只要他来就必定会成为我们的朋友。这个秋山竟然跟我下套，名义是邀我去和林爵一郎叙旧，其实是为他们庆功。哼，这个混蛋。前辈，这个林爵一郎是进攻上海的最高指挥官，双手沾的可都是中国人的鲜血，早知道在日本就该杀了他，大不了用我的命抵他的命。过去没有杀他，趁这次一定把他宰了。谈何容易啊。前辈，那欢迎晚会你去吗？爹，我劝您别去，您要是去了就不是中国人了。居心叵测，卑鄙无耻。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那么嚣张，我们要灭灭他们的威风，不能让他们嚣张的气焰烧了中国人的志气。天行，我们去找江小姐商量一下吧。好。把日本人的欢迎晚会办成丧葬会，当然是一件最好不过的事情了。前辈说得对，如果我们把日军的最高指挥官给杀了，那一定会大涨中国人的志气。江小姐的意思是，如果这个计划一旦成功，日本人一定会无情的报复，而这样一来势必会伤及到无辜。也是，我们倒是可以全身而退，但如果伤害到无辜的话。哎，这个日本人不是不允许中国人参加吗？我们就从这里做做文章。也对啊，既然不让中国人参加，就没有理由嫁祸给中国人了。那我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。万全之策就是让日本人哑巴吃黄连。哎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去找一个会说日语的中国人，让他混进去不就完了吗？这事儿啊，我还是先汇报一下吧。这样，一方面你去汇报，一方面我们去找道上的人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会说日语的中国人。哎，天行，要不你去找找洪先生，他那个人也许能找到。哎，洪先生那边的人都是道上的人，让他办这种事情是不是不太可靠啊？江小姐，我们能找到一个会说日语的中国人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前辈，你跟洪先生有交往？啊，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他那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，你为他铲除了汉奸小白鞋，这个人情他应该会还你。好，我去试试吧。江小姐，哎，这位就是任师傅吧？是啊，这位是我们店里的照相师傅。哦，嘿嘿，我这个师傅哪能跟任师傅相比啊？任师傅是有勇有谋。说笑了，本人只是粗人一个。嗯，那您应该就是高先生吧？大叔您言重了，叫我天行就行。哎呦，你这事儿我是一直听江畔念叨，了不起啊，在江湖上打打杀杀的人还有你这等侠骨丹心，实在是难得。不过光靠一个人单打独斗，哎呀，那是人家二位还有事儿呢，你去干活吧。啊，没事，大叔，咱们下次再聊。嗯，哎，好，请。好好好，先走了。哎，好好。江小姐，我们先走了，你回去吧。啊，告辞了。三爷，高先生来了。洪先生，你好。高老弟，你可是稀客呀。洪先生，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那你是看得起我。来，快请坐。何东北，下去吧。是，三爷。
来，高老弟，刚泡的铁观音。好。高老弟，你今天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吧？洪先生，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之后，您的日子过得没那么舒服了吧？是啊，我也算是英雄一世，可这到头来怕是成了亡国奴啊。那洪先生对当下的局势怎么看？只要我们中国人有志气，小鬼子吞不了中国，反而能噎死他。您在这深宅大院里面无事不明啊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高老弟今天来找我应该是为了日本人的驻捷大会吧。看来洪先生对上海即将要发生的大事小事都很清楚啊。不瞒老弟，我这也是没办法呀，在上海滩混迹天下，要是耳朵聋了眼睛瞎了，我手下的兄弟喝西北风事小，丢了身家性命，那事儿就大了。对了，听说任海龙接到日本人的邀请了。洪先生放心，前辈不会去钻这个圈套的。嗯，那是当然，任老前辈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听风之语，这小鬼子的把戏拙劣了些。高老弟，你如果是为了日本人的事儿来，那你尽管挑明了说。洪先生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嗯，我这趟来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您说。我想请洪先生帮我找到一个会说日本话或者是朝鲜话的人。洪先生，您应该知道，日本人这个欢迎晚会他是不允许中国人参加的，所以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高老弟是要浑水摸鱼。洪先生，您的人缘那么好，认识的人又那么多，帮我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应该不难。高老弟，那你是找对人了。小东北。三爷。高先生有件事情需要你去办。我听三爷的。嗯，高老弟，小东北他会配合你，但是事情完成之后，你必须把小东北完完整整的还给我。三爷请放心，您的兄弟自然就是我的兄弟。这个给你，一定要小心啊。这次多亏了洪先生，要不是他，我也找不到这个又听得懂日本话又会说朝鲜话的人。找到了啊，那小子挺机灵的，人也不错，叫小东北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迷了眼。不要紧吧？江小姐，那我就送到这儿了，这个东西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我走了。
脑子呀，要抓紧啊！江潘，啊，哥，等谁呢？没事儿，走吧。谁呀？小东北。做好了吗？小心，里面都是炸药。我知道。明天的欢迎会，小鬼子一定会很谨慎，不允许带任何的东西。但是他们总不至于不让穿鞋，不让穿衣服进去吧？嗯。你看，这个地方有个开关，你把这个开关拉开之后，把鞋扔进去，炸弹就会爆炸。我要穿上这个，不成哪吒了？这哪是鞋呀、啊，简直就是风火轮呐、啊！兄弟，明天可能要委屈你一下。炸弹爆炸之后，你可能要光着脚跑出来。哼，光脚不怕穿鞋的。这一只鞋的威力应该足够了。如果爆炸之后有日本人追你，你就拿另外一只鞋去做掩护，我们会在外面接应你。没事儿，我明白。这里啊，要多埋伏几个人，而且枪法一定要准。我会安排的。嗯，明天的任务我也参加。你参加什么呀？你的任务就是把这儿看好了就行了。哦，好。不行，我不去，我不放心呢。这事儿没商量的余地啊。这个进饭店的人选好了吗？嗯。是懂日语的。嗯。嗯，这个高天行还真是有能耐啊，这样的人都能找着。嗯。嗯。爸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先休息吧，我回去了。好，那我送送你。送我什么呀？我这个女共产党还怕坏人吗？再说了，我不是有家伙吗？好，那你快走吧。爸。哎。送我到门口好吗？嗯。今天你是怎么了？啊？好。路上小心点啊。今天晚上的月亮真漂亮，爸，你看多圆呢。月圆月缺，老是这个样子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还记得小时候，你老是带着我，还有我哥，石头，一起看月亮。嗯，你是不是都忘了？怎么会忘呢？哎呀，这一晃眼呐，你们仨都大了，现在是再也不用陪着看月亮了。不光是不能陪你们看月亮，在外人面前，我还不能说是你爸，我还得作假。这不是为了工作要隐藏身份吗？爸，等以后有机会没人的时候，我就多叫你几声爸。嗯，不叫就不叫吧。只要我能天天看着你就行了。哎，不像石头这个孩子，个把月都见不上一面。
不是有任务吗？等他忙完了，我就让他回来，天天腻着你，烦死你。哼，这个臭小子，见到我呢就要吵我，这一离开我的眼呢，我就……行了，老同志，有点出息啊。那我走了。啊，快走吧。好，快进去。当心啊。姐。今儿这月亮真圆呐。姐，你还记得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爸爸带着我们三个人看月亮，每次你和哥哥都把你们的糖分给我一半。姐，你想我不？哪个正气？说正事儿啊。嗯。洪先生那边你得争取一下，我们执行任务的同志牺牲的越来越多，加上叛徒的出卖，行动组一直缺兵少将。如果洪先生能让他们的人帮助我们做些事情，那就解决大问题了。我侧面跟洪先生透露点共产党的事情，他一听就非常反感，说什么党啊什么派的他都信不过。他说自己做生意就是拿本事吃饭，杀富济贫打小鬼子的事他自己一样能干。争取他还得需要时间。嗯。哎，对了，高天行在你那边怎么样？不错，洪先生很器重他。小白写的汉奸恶名让高天行给揭露出来了，可以说是名正言顺地把洪先生推到了当家的位置上。从这方面来说，可以说是洪先生的恩人，高天行的话在洪先生那儿很管用。那就好，有些事情不方便我们说的就让他去做，或许效果会更好。姐，你这么说高天行很听你的话啊？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他和一般人不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他一定会是我们的同志。你这么自信？一种感觉吧。对了，明天你一定要记住你是个朝鲜人，别让他们知道你懂日语。我知道。哎，想不到小的时候在东北老家学那点东西都用上了。还有，完成任务以后你要回去看看爸爸，他念叨你了。我知道，我也挺想倔老头的。不是倔老头，叫爸爸。你不也没叫吗？还说我。我是执行任务，掩人耳目。我不也是吗？再说了，连大哥大嫂都不能去见爸爸。哎，对了，嫂子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快生了？我都着急当舅舅了。哎，也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。是男孩就好了，男孩长大了，跟咱们一起杀小鬼子。不对。等他长大了，小鬼子肯定被咱们杀得差不多了。那这样，那就让他们享受幸福美好的新生活，建立咱们的新中国。石头，姐，记住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中国喉咙，他还真以为他自己是全中国人的发声筒吗？此人也太嚣张了，
竟然对国民政府指手画脚，怪不得戴老板这么大火。这篇文章也不能说写的没有道理，只不过写的不是时候，这是在给委员长上眼药呢。你看我们要不要调查他一下？我们要忙的事情太多了，这种蛊惑人心的东西还来添乱。这样吧，打个电话警告一下，让他以后不要胡说八道。那戴老板那边怎么回复？打个马虎眼吧，现在毕竟不比从前了，上海滩已经不是我们的了。这个保证书我不能签。哎呀，高老师啊，现在是日本人当道，这个保证书不签的话，我们学堂就办不下去啊。你看这上面写的都是什么？不得参加任何集会活动，不得参加任何学生运动，不得在任何的公开场合谈论国事。难道日本人侵占了我们，还有我们当顺民吗？我都知道，可是现在这个保证书你不签的话，又能改变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已经是亡国奴了。我不信。雪兰。二爹。上班去啊？是啊。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应该考虑自己的事情了。我什么事儿啊？女大当嫁呀，你眼里就没有一个对上眼的？那些人我都瞧不上。我看天行应该不错。二爹，我宁可不嫁，我也不离开这个家。走了。立了个牌子，上面写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。现在这和平饭店也不许华人入内了。那就今天让他们搭台，我们看戏。都准备好了吗？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秋山到了。やつは現れたか。まあです。何か勘遣いたようだ。まあゆっくり待とう。そのうち来るだろう。はい。今天秋山终于现出原形了，披上了狼皮。今天的行动，千万别让他们嗅出什么味道。放心吧，咱们就等着小东北的那一声脆响吧。今天的任务非常特殊，一刻也不能放松，定期好。慢点。毛毅，你先。我们还不想去呢，宝贝儿，来你们走。你看，哎，王队，哪里不能的？怎能保姆也要？怎么批的那个也要？说啥？警察保姆也要？怎么保姆也要？俺们可倒不是要这。예고맙습니다
马蒂，马蒂，托马利。何やってんだ。ウェオ、ウェオ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저는정말범무예요。이이시당에서열하는거예요。열하는거。이시당에서。喂，马蒂。綺麗な靴履いているな。日本の軍人もこうありたいものだ。靴、马蒂。行け、马蒂。考试的时候输给了精研兵法的兵学泰斗蒋方振将军。只可惜啊，现在蒋方振将军不掌兵。哎，我听说蒋方振给蒋介石献了几条策略，一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能弹劾，二是不畏鲸吞，只怕蚕食，全面抗战。不知道这几条有用吗？战略家的一句话抵得上百万雄兵啊。只是我们这袖手旁观的滋味儿太难受了。尽管即便吧，能过了秋山这一关，就说明你找的那个人不是泛泛之辈。今天就看小东北的了。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当我们想秀成这座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城市上海时，我们首先要感谢天皇。现在改写上海历史的林觉一郎大将就在我们面前，下面让我们有请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最高指挥官林觉一郎大将讲话，有请。此次大日本帝国出兵上海，但是中国有一些对大日本帝国不友好的约翰都还没有来，对我们的事情加以破坏。你留意一下，今天气氛不太对，语气正常，我没有看出什么不对来。这样，上海虽会更加繁荣。你可朝鲜风雪进来了，刚才还在。也许成功了呢，前辈，我们在饭店后面设了埋伏，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露面，让我跟江盼去就好，你在这等着我。好。
走。队长，难得见您有这么好的心情。中国自古就不缺义士啊，戴老板来电说，一定要把这些义士为我所用。可我听说，这位义士好像被日本人抓走了，只怕是凶多吉少啊。来，跳一起。队长，难道真的是他？我觉得他至少参与其中。这日本人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他们会疯狂的报复。天行是一个重情义的人，对重情义的人我们还是有办法的。可他对我们成见很深，尤其是对委员长的一些做法。委员长离他远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你呢离他近。这男人和女人一样，都容易为情所惑。队长的意思？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。
外打听过了，这个人是洪老三的手下，自从小白鞋死了之后，大凡贸易就由他来接管，他已经断绝了和我们的一切生意往来，丹佐阁下几家株式会社非常不满，我们可以借此机会铲除这个洪老三。事情都有轻重缓急，上海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的盘子，你说的那个洪老三不过是盘中的一块肉，现在还不是吃的时候，我们难道就不需要他血债血还吗？这当然需要了，但是我们刚来上海不久，脚跟未稳，他这样的地头蛇还真不是强龙一口能吞下的。丹佐，那您的意思是这一声爆炸让全世界都听到了？可是小东北牺牲了，我答应过洪先生要把小东北完好无缺地给带回来，我怎么跟洪先生交代呢？天星，洪先生虽然是江湖之人，但大义凛然，他不会怪你。只是小东北的家属可怎么办呢？这么长时间见不到石头，原来是你让他去做卧底了。爸，这是行动组的安排，也不是江畔一个人能够做决定的事情。你不用替他打马虎眼，他是行动组组长，怎么个安排他能不知道？他不告诉你是因为组织上有纪律呀。有纪律，有纪律，有纪律可以啊，但总不能眼睁睁让石头去送死吧？那总得有人去呀。那就该让他去。石头才20岁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怪不得你左不让我去右不让我去，闹了半天你心里早就盘算好小九九了啊。爸，整个行动组只有石头一个人会说朝鲜话，他去也是逼不得已，要不是有意外。这算什么意外？这明摆着是让人去送死，你不明白吗？亏你狠得下心啊，你是他姐啊，你是他亲姐，是他亲姐呀。你先别说了，我知道革命是提着脑袋做事情，可是你明知道石头这一句能不能回来都很难说呀。我在饭店门口见到他的时候一句话都说不上啊，你至少让我见上他一面呐！啊！爸，昨天晚上江畔让石头在照相馆门口已经和您见过一面了。怪我，怪我，爸，我就不该让他到上海来念什么洋学堂，让他成什么念书人，怪我，都怪我，不该由着他的性子来啊。